首先要出场的是赵博，他要表演的题目是面子问题。哎呦，来，咱们掌声有请。干啥呢？你这不就想上胡同口新开的烧烤店撸几个羊肉串吗？你这整的像做贼似的呢。你能小点声吗？那还不让说话呀？算了，别让我兄弟听见了。咱俩去吃饭跟你兄弟有什么关系啊？咱俩上这个胡同口那羊肉串去撸串去。对呀、啊、你是不是路过我兄弟赵博开的饭店的门口？必经之路。这不就结了吗？媳妇儿，你说句心里话，就我兄弟饭店做的饭菜，你说好吃不？好吃不？哎呀，那是齁难吃，齁难吃啊，比齁还难吃呢。哎呀，差不远没给我齁死的。所以来说，咱俩想去吃串儿、啊，就得悄悄的，咱俩溜过去，别让他发现，好好戳一顿。啊，听我的。明白了，走。找啥呢？啥上丢了？没啥上丢了？丢啥了？没有。不是没丢，咱不是兄弟，你咋从这儿冒出来了呢？啊？啥话说的呀？还是冒出来的？兄弟，你搁哪拱出来的？我豆芽呗，还拱出来的？不是那个，今儿得了，今儿我想吃点啥呀？今天不吃饭。对，不吃饭。不是干啥呢？太外头了吧？就没想吃饭，完了。出门钱都没带，那你带了吗？那带啥呀？没寻思什么，一分钱都没揣。骂我，纯骂我，到我这儿吃饭用花钱吗？啊，用花钱吗？埋汰我呢吗？那不是，不是兄弟，你看人家大哥，你坐快点，不是大哥，你坐着。兄弟，能不能坐？坐，稳当坐好。想吃啥，嫂子，随便点。啊，随便点。不是你。不是，就不想吃啥、啊。不是兄弟，这个你嫂子这个话说的是发自肺腑说的。是，你说兄弟，你说，哎呀，就这些天吧，就一从你家这门口路过呢。不是，完了你就给俺们拽下来吃饭。嗯，一个星期都吃八回了。你这不小事儿吗？不是，关键是你嫂子把你家的饭菜都吃遍了。嗯，那一合计，完就想吐。兄弟，你没听明白？不是我，你咋我要我咋明白呀、啊？不是吐了，你这都恶心了都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啥意思啊？不是你，我兄弟能听我好好说不？我跟你说说我啥意思呢？我就说什么你嫂子不说吃你家的饭恶心，就这恶心，吃别人家的饭他也恶心，也、啊、都恶心。那怎么可能呢？吃俺家恶心，吃别人家也恶心。俺家给拐他的、哦，不，你这啥话？什么？我、哎、你是你那这不就见外？你能说听哥说的话不？不是说那啥恶心，你解释。不是恶不恶心？不是谁恶心？你嫂子本人就挺恶心。我就说一说，就你就说你听不着，不咋？你这脸就不咋地。你就你听我说话，你听我听哥说一句话吧。你说吧，为啥恶心呢？他怎么就能恶心呢？就是你嫂子怀孕了。不是那个兄弟，坐。嫂子，刚才。兄弟说错话了啊！没有，你坐着，你听我解释。对不起，你坐着，对不起。你听我解释。大哥，啊，你坐着。这就你的不对了，这么好的事咋不早说呢？是不是哪有大外人了啊？嫂子，啥时候怀的？啊，昨天晚上吧。我这就，哎呀，大哥，你太有实力了。昨天晚上怀孕了。不是你兄弟听我说，我说、啊、这个昨天晚上是怎么事呢？就是到昨天晚上，你嫂子正好是怀孕三个月。对，我明白了。对，昨天晚上怀孕仨月，完今天恶心了。对，我还合计昨天晚上怀孕，今天就恶心，你这胎也太早熟了，是不是？主要现在孩子进步都快。不瞒你说，大哥。当初你弟妹怀孕的时候啊，也像嫂子似的，那家哇哇吐啊，就恶心了，瞅啥都恶心，就爱吃那辣的。
嫂子，啊，是不是想吃辣的了？没。后厨没有。做两道菜，一个香辣蟹，一个水煮肉片，多放辣椒。哎呀，不是，啊，不是，一会儿就好。不是我，兄弟，不是，哎，嫂子，啊，这儿有个大葱，你先垫吧垫吧。啊，吃吧。吃吃吃，一会儿菜就好，你看先垫吧垫吧。吃吃吃吃，来个掌声鼓励鼓励。辣辣不？问辣不辣呀？啊，保证辣的，你肚子里边那孩子嗷嗷哭。宝辣，吃吧宝辣，吃吧。再来一口，再来一口，再来一口。再来，哎呀，慢点，慢点，那个，不是，大哥，大哥，哎，你干啥呢？哎呀，嫂子怀孕了，你也怀了？接着吃，接着吃。不是，兄弟，来，你听我说，来，兄弟，让他吃。不是，这，那个，你再了解呢？没有，我了解你嫂子啊。你就你嫂子，自从怀孕这三个月以来呀，你天天事儿可多了。哎呦，我的妈，这一会儿一个事儿啊，一会儿一个事儿。你看这表情没？啊，那是不想吃辣的。嗯，那个，他是想要吃酸的。对，想吃。酸烂的龙凤胎蒜口蛋，恭喜啊！后厨加俩菜，醋溜白菜片，酸辣汤，多放醋。马上就上来，嫂子啊，这有什么醋？你先滋两口，先解解馋。不是，先接一下，喝两口，先接一下。不是兄弟，你别那个，我这就是一阵一阵的，这一会儿不想吃酸的了。对，想吃啥我这啥都有啊，想吃啥你说。想吃啥，啥都有。想吃羊肉串有吗？对，羊肉串。羊肉串啊？嗯。那不早说呢呀？啊？门口胡同口不就有一家吗？新开的。对呀，有新开的呀。赶紧去啊！嫂子，快去啊！来，快走吧，快来！怎么了，大哥？大哥，到那儿不用给钱，那店已经我开的。